这边没有问题了。白总监，这是我给你泡的药。好，谢谢。先按这个进度走吧。算了。灿灿啊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是吗？啊，可能是熬夜没休息好吧。难怪最近看你皮肤状态这么差。来，这个四倍蚕丝光泽精华霜送你，这里面有高浓蚕丝蛋白成分，能多维补充肌肤养分，熟润皮肤，长效保湿6小时。那可别因为年轻就忽视了皮肤保养啊。谢谢。没事儿。喂，阿姨。金灿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东西怎么还没搬走？你这样我还怎么带人来看房子啊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马上搬走，我今晚就搬。你好，尾号85-73。嗯，对。系下安全带。啊。姑娘。啊。这么晚拖行李箱去哪儿？哦，我搬家。就你一个人啊？啊，对啊。您已偏房，请重新规划路线。师傅，您这……哦，这条路快，不堵。哦，好。姑娘，啊，你是上班还是上学？我……以后可别一个人这么晚搬家。重新规划路线，新路线图。那个师傅，你前面路边停一下吧。哎，你这还没到呢。哦，那个我朋友他们马上来接我了，马上到，离这挺近的。那你就……哎，行吧。哎，姑娘，要不然我还送你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哭了？我才没有。你怎么找到我的？之前我在你手机里设置了行程分享，你搬家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不是，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啊！还愣着干嘛？我带你。自己可以。不用麻烦了，马上保洁回来。不麻烦，你这个苏泊尔吸拖一体机 C11 很智能，边吸边拖，打扫起来很快的。随你吧。小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骗你。我就说不能被他声音迷惑了。上班时间犯花痴，你俩真行啊。那个，我先去忙了啊。你放心，在我心里你最帅。哦，是吗？
下班之前全部整理完。不是，哎。哎，果然恋爱物语是我最后一方净土了。怎么了，谢姐姐？被一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冰块脸胁迫加班了。嗯，白总监。哦，冰块脸。啊，我刚刚吐槽剧情呢。像白总监这么温柔善解人意，怎么会是那种人？那行，正好陪你善解人意的白总监，一起加个班吧。啊？行吧，十点吧，剩下的我来。啊？真的？嘿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嗯？现在你干嘛呢？快上来啊！没事儿，去吧，把吃的带上。嗯。现在你下来了吗？啊、快，你在哪儿呢？在我这大厅呢。今天匹配的小哥哥也在哦。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事情没做完，我就先不去了。啊，你还在忙冰块脸现在的工作呢？我跟你说，工作什么人都做，你稍微做错误可就没了。冰白总监，你在？白总监也在。啊？要是白总监不在呢？我。我倒要看看恋爱物语上的小哥哥到底有多帅。当新来的实习生对我献殷勤时，男朋友的反应。陈阿姨、啊、来，反正我刚刚给你买了小面包。我你谢谢小红，正好想吃面包了。你太不了解灿灿了，他不吃怕胖。拿灿灿给你准备的利宾纳 QQ 软糖，好吃又健康。哎，白总监，晚上和他一起啊？不去，我有事。哦，灿灿，那你带着实习生怎么到？好。哎，等会儿。嗯。晚上他们俩也去啊？嗯，对啊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会议取消了，晚上一起啊？他们两个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有我。三米。哎呀，太厉害了这个。啊、哦，谢谢。哥，我是第一次啊。灿灿。尝尝这个吧，利宾纳的黑加仑果汁，黑加仑还有丰富的维他命 C， 健康又好喝。真的好喝，白总监，你们这是、那个，我们一起玩玩游戏吧。哎，可以，要不然我们玩四头啊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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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不祥的预感变强了。快，雪纯，要不我们换个位置吧？我不，我要接白总监的纸条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接！哦，真的，你干嘛？